啊，上路看红，中路去中，我们一分三十二进去打，各部门准备架炮，稳着你先人。为什么任你先人不让说呀？这都不让说呀，太可恶了。蓝枪，我日你仙人！投降不投降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皮肤？伏牛守护者。哦呦，我都没见过。啊，原来他学的是 Q 技能，那好办了啊。这刚才这个平 A 呀，少 A 了一下。C O E 平 A 吃药 A 一下，再 A 耗点盐死了。现在还是不够细了呀，感觉细节差一点。回家，没够细，刚才这波其实缺位都有点粗了。这皮肤真磕碜呐，这炫彩咋那么丑呢？那炫彩。我感觉那不炫彩可能还好一点，这炫彩呀，感觉就十块钱皮肤。但俺问问土地老二，没有那种金色的感觉了，绿了。这插个眼儿，一下人接平的，拉接外拉接外圈 Q， 冰靴位是有点多啊，不太好拼。但如果他敢拼，我们也可以拼。E A W A 接双 Q 平 A， 这波死了。他交疾跑，我们就只能交闪了，这没办法，追不上，不够长啊。回家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我想想怎么出啊，这样出的话会有点脆，但是我们虚区跟机动性会好一点，那就这样出了。马上升啊！这波升了能杀，看他敢不敢打。
不敢打，就别吃经验。有妖气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死。一出 R 转起来 ，W 的一拍平 A，A 接 Q 再转。这边控兵线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翻八千里。谢谢如意至尊宝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感谢至尊宝的飞机啊！耶，我忘了给你们开那个那什么了。啊！好的。行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新春快乐，牛年大吉！好，谢谢老板，祝至尊宝新春快乐，牛年大吉啊！谢谢老板的飞机，老板新年快乐。后面每个副礼物都要给他拜个年了，办卡就算了吧。那念不过来了呢。谢谢大娇娇娇娇，祝你新年快乐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谢谢，我是勤劳的猴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牛年大吉，新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永远十八岁，天天长一厘米，越来越漂亮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这种特别长的祝福要送给直播间所有的粉丝。啊！你今天早上给大家拜年了？没拜年。你到现在都没拜年？没拜年。你太不懂事了。等会儿抽那个大奖的时候，你给大家拜个年吧，感谢一下所有。不用了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给大家拜个年啊、哦，新年快乐。你干哈呢？为什么卡兵线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打你，小伙子？三郎哪里敷衍了？不是敷衍，早上不给你们新年快乐过了吗？咱不是敷衍，那不得把这个洛克萨斯之手给他杀了吗？谢谢歌手舍。流浪歌手的舍身诀的飞机，谢谢老板啊，老板新年快乐。来一下，哎呦啊！既来之，我得来一波了啊！坚持住！你怎么的呢？哎，我刚才一个 Q 伤害好高啊！三项可以提升28点攻击力，行吧？谢谢如意至尊宝和突突突突突，谢谢如意至尊宝66个半卡啊！感谢感谢，谢谢突突突突突的大飞机，谢谢两位老板的飞机和半卡啊！感谢感谢，
祝老板们新年快乐。排位五杀，他又得死了吧？他还出日炎呢？你干哈呢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让你在这卡兵线？我跟你说三遍了，为什么不听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还他妈搁这卡兵线。太可气了，可歌可泣，回家了，消消气儿，给我气坏了。给你亲戚吓着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应该骂人的哈，这只是一个语气词啊。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骂人，我只是觉得加上这个语气词会气势高涨一点。谢谢，你觉得自由是快乐的飞机儿？谢谢老板啊，祝老板永远自由。啊，不对，这是别人觉得自由是快乐哈。来提亚马特不？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俺老孙正等着呢。Double kill. 老板在牢里，在牢里。你说牢里，我就想到了以前好像有个什么，有个监狱啊，有个监狱让人那个，让那在牢里边那些人玩游戏，那当游戏代练，让他们逼迫他们当游戏代练刷金币。哎，你为什么刚搁塔下待着呢？啊，你凭什么敢搁塔下待着呢，小伙子？回家？不回家，差点骂你。蓝 buff 要刷了。这一看呢就是要来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拉克斯敢野我，拉克斯啊，拉克斯敢野我，你干啥呢？你疯了呀？你在干什么？打个峡谷先锋，上高地吧，我们这把14/16呢，啊，中单0/5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我们这把要是玩一个玩啥来着？哎，一开始想玩什么来着？乌鸦是吗？我就感觉玩个乌鸦这把不太好整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啊，这么多人那就算了吧，兄弟。啊，这么多人那就算了吧。吁吁，B
别这样啊，别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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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必须就得追，就硬追，就硬追。你看这没人，这么脆。太脆了，这要是以前的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刚才以我的装备啊，杀一个维恩加上个落手加个人马，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啊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一点问题没有。猴还是不行了，谢谢内森五九幺的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，那我就祝老板新年大吉吧。祝你和你的飞机一样。但我其实觉得中路这可以推呀、啊，嗯，拉克斯有沙漏啊，这拉克斯早晚有一天，我告诉你啊，会打死你，嗯，你别着急。早晚有一天我会打死你，你看这人马多肉，看见没，这维恩有加血呀，但我这波应该能打着吧，可以杀着泰坦，那维恩没有多少血，先杀维恩，多少个人呢，这漂亮，一波五换二可以接受，我觉得想杀维恩这种英雄就得收集者，收集者配上那个玩甲啥的，收集者幽梦，幽梦三项收集者，杀拉克斯不行就杀泰坦，泰坦也没啥肉的，不肉的泰坦，我就是出错了，我就应该三项幽梦收集者，我杀的维恩的话，这个蟹手出完咱就幽梦收集者啊，然后把蟹手换了，蟹手出个板甲好的快，区区高，嗯，就是要那一下，你干啥呀，你要跟我打人吗，靠我一个红城月打个蓝吧，跟我的假猴抢蓝 buff， 我的天，先把蟹手除了，除完出收集者，这种半右出装我觉得这猴不行，没有虚区，虚区不够，这个样子啊，三项九头收集幽梦加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来着，哎想不起来了，那叫什么来着，
这个叫黑棋，不是塞瑞尔达。你看我打那人马的刮痧，纯是刮痧呀。嗯，哎呦啊，下当了。我寻你能来个五杀呢。你看呢，也不太行。你没完了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没完了？你还敢瞪我，小伙子？算了，我死吧，死我们也得死的光荣，死在他们人群之中。这样多给点助攻啊，好像不太好，没什么用。哎呀，打条大龙吧，兄弟们。猴就是出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没有提亚马特的话，推线太慢了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把眼儿排了。哎呀，你直接开吧。这对面又不来。你们不打，我自己打了啊！卡莎，赶紧过来！对，卡莎打这玩意儿多快呀！谢谢你，蓝脸汉，不客气，别谢我。红 buff 刷了，三打五，有没有信心？我觉得可以三打五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收集者1900。幽梦1900，差400块，我们再打个400块，糊了，糊了，换下线路吧，糊了，糊了，没办法，每天可能都会糊，具体的原因我们寻找不到，只能你们来换线路。你说这对面啊，一二三四四个人，你说这对面，我这都到高地这儿了，完事你们不回家还去打架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有啥好打的呢，上高地了都啊，打吧，这么乐意打打吧。还打不？啊，不打了，不打，我走了。就凭你想勾我，小伙子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走呗。还跳弹。
回家吧，出个幽梦去，跑得快一点。咱再来个收集者，这个蟹手现在是真没啥用，不要了。这蟹手加那么点血量，没有一点点用。有个兄弟说：“哎呀，初一就开播了。”错，我们就没修过。鬼刀开一开看不见，走呗。哎呦，你看这拉克斯打没？你瞅瞅这蟹手啊！我一个半右坦克，80魔抗，水银海拉克斯打了我两个技能，我掉了1000滴血。我操，一个人啊打我，我掉了1000滴血。完事蟹手还不触发，只有30%以下才触发，难不难？难。先杀的人马，我知道蟹手吸地了，蟹手吸不吸地，他也30以下血才触发。难，完事还削了。你看还削了，本来加200护盾，现在加100。还拆个屁呀！还拆啥呀？拆不掉了，我们拆上路。下当一换一，行。你是不是不把我当人了？我一看呢，我是不是杀的拉克斯杀傻了？我一看，这拉克斯几个人啊？三个人，这可打不过，连一打三都做不到，这猴。太低级了，这号先打个三郎，幽梦收集者。这个蟹手可以换黑切，这个九头蛇可以换塞瑞尔达，基本上我们就成型了。又有虚区了，就还有破甲，蛮好。下把我来一个这种猴，给我杀！我的天哪，卡杀！卡莎的虚虚是真有点高啊，这一个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没办法，那不让卡莎给拿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尽力了。